到目前为止呢，投用了基本上就是5个月。目前呢有10辆车在这个做这个示范运行。我们做这个项目呢，主要就是把氢能产业推广到咱们这个交通领域。目前这个站呢是每天是2吨，如果是满负荷的话，我们每年下来是5800吨二氧化碳的减排。